最近比较少播跑山的影片。对啊，我昨天才有开始录，然后还没有把它剪辑上去。需要同时在录，因为那我觉得影片要用大同小异，对、啊，大家都会看腻。所以我想说，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时候，或是久久再拍一台，留下来放一次。棒棒糖拆掉，对啊，可能比较好抄一点，要不然棒棒糖。月初的时候发现一堆都拆掉了，不知道是因为阴影那个区间还是怎么样。对，那想不想他们心态，原本就是怕那个些大货车还是人家去划线，现在又全部都把拆掉，这样只有保留这里。禁止人家忙完超车这样。屁股还是有在帮忙带一点，快一点的话，想问。
个还是你们要放哪里？再回一六，到或者看情况。啊，晚上应该还会再继续开。你说区间吗？应该24小时。但是我上次听那个他们夜跑跑前段有区间说，好像晚上因为视线不良，如果你那个牌没有被照到，好像他们就没有被开这样。然后他旁边一个主灯，但是那个灯应该照的范围没有那么那个吧，应该自己的车牌灯不要太亮，应该就 OK 了。那有可能在前面有人抓，我车牌灯会很亮，要不然车牌灯装更亮一点。那直接过户。对。比较好跑，对，保持比较可以保持自己的。